真正掌控钱的一个机构是美国的中央银行，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。他们数钱、存储钱、运送钱，让钱升值、贬值，销毁钱、稳定币值，借出钱、买入钱，让钱生钱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会保护钱，而且保护的不只是钞票。八十多年来，带有装甲的机动车一直在曼哈顿街道中穿梭，运送价值数千万美元，有时数十亿美元的黄金，进出一家联邦储备银行。这里存放着世界上将近四分之一的黄金。你没有听错，将近两成五的黄金都存放在这里，自由街33号。今天有一些黄金要运来，这位司机就是第一道防线。我们当然不能说出他的名字，但他并不是独自一人，他的同伴都有武装。押送车本身就是一个活动金库，足以抵挡子弹甚至手榴弹的袭击。运送过程都经过精心安排，司机和警察保持密切联系。这一小堆黄金看起来不是很多，但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你轿车的后备箱里，你的车胎会被压爆。这里有很多枪，气氛也很紧张。黄金会被运到装卸台，由金库稽核员和保管员清点交接。这里有超过一吨的黄金，市价超过5500万美元。黄金对你还有吸引力吗？或者说你已经很讨厌黄金了？谁会讨厌黄金呢？是吗？人们一看到黄金就会笑逐颜开，在黄金堆中工作的我们都不禁要微笑。黄金永远都有迷人的光彩。我们的拍摄扰乱了平时很顺畅的交接。他们显得有些紧张，因为这是头一次有人拍摄。他们通常不会把黄金摆在一旁。在确定了谁能进入之后，他们开始存放黄金。他们运送黄金时非常小心谨慎，非常安静严肃，他们不会闲谈。在他们下到街道下方24米，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金库的过程中，装甲货车公司的司机要对黄金负全责。直到黄金到达金库的入口，他们才算是纽约联储会的保管物。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1924年美联储启用金库时。美联储拥有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内的12家联邦储备银行，它们就像是一个最大的小桌存钱罐，是银行存钱的地方。如果发生金融危机，美联储会成为最后的贷款者，让金融体系不致瓦解。因此，联邦储备银行从一开始就建造得很宏伟，就像一座守护钱的堡垒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建在岩床上，以承受黄金的重量。工程师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，把90吨重的旋转钢桶垂直装在140吨重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内，它旋转时会下降将近2厘米，以形成良好的气密性和水密性。所有的密码和钥匙都由不止一个人保管，因此
总会有人在一旁看着你。这扇门要你们三个人才能开启。对。两位保管员和一位稽核员，欢迎参观世界上四分之一的黄金。一块金砖就值64万美元。这里有相当于3800亿美元的黄金。金砖是在老式天平上称重的。金砖放好后，你就要转动曲柄，烤好，并不是很难，但也有一点难度，因为金砖很重。这是很关键的一步，因为每块金砖都有轻微的不同，因此每笔黄金存款也都不一样。天平的精度为1/3克，那相当于一张美钞重量的1/3。但这1/3克就相当于17美元了。罗恩在此守卫黄金已经有40年了。这是金砖的铸造年份，这是它的纯度，这是它的铸造者和检验者，这是它的序号。每块金砖都有自己的序号。如果被金砖砸到脚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没穿鞋套，你就得去医院了。没错，我要拿起64万美元了。这些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。哦，比我想象的还要重，金的密度很大。我们现在拿的是谁的黄金？是某国中央银行的，你知道吗？能从外表判断吗？不，我们不能说。你不能说？不能说。那好吧，你们有保密规定。美联储的谨慎和安全措施深受信赖，因此几乎从没有存放人要求看看他们的黄金是否还在。如果有一块金砖被人偷了出去，进入市面，而且又被人融化了，你们还有办法辨识出来吗？融化了就没办法了，但如果他们整块卖出去，就会被查出来。几千年来，人们把黄金当成钱，这也难怪它金光闪闪，很迷人。而且就像罗恩说的，黄金融化之后你就无法追查，它可以说是完美的可回收货币。纽约的钻石区就是这种贵金属获得重生的一个地方。在纽约的这两个街区里，每年有240亿美元的现金转手。我们获准进入店面后面，看看从低端街头小贩到高端中间商正在进行的黄金交易。你好。你好吗，先生？240亿美元里就有一部分是亚历山大·拉格夫斯基的。今天有什么？有一些黄金，还有一些银子。他有黄金要卖，很多黄金。他想知道能值多少钱。我想看看这些黄金能卖多少钱。这里，山川秀美，海岛迷人。这里月韵悠扬，民风淳朴。每个人都会爱自己的家乡，因为爱，所以我们有一种义务跟责任去保护。岭南情，家园梦，云山珠水孕育出敢为人先的精神。这里古老又年轻，务实而激情。这里演绎着岭南人的青春激昂，怒放着岭南人的激情梦想。2014年，广东广播电视台再次重装上阵，推出全景式大型走基层系列报道《
岭南家园，这里是会在珠海报道。再见的报道。好的，这里是深圳西冲现场，广东电视台大型走基层系列报道《岭南家园》正在播出，敬请期待。Надо что, пускай тянут, реально пускай скажут сумму. Когда если, послушай, если они 14 берут, пускай тянут и 3 недели. 这些是14K的吗？迪米特里·涅任斯基是纽约这个黄金交易区里的众多中间商之一，他的生意好得不得了。每当发生金融危机，人们就会去买黄金保值。这是 18K 的黄金，金价有起有落，但现在的金价很不错，刚从1500美元起涨，所以现在是您卖出的好时机。但在2010年，金价就22度创下新高。我会高价收购你的黄金。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来卖黄金，会说五种语言的迪米特里很有优势。14K 的14064美元，你还有10K 的，我给你1800美元。这是纯金金币对吧？这是20900美元，我再多给你10几美元，这样你就会再次光临了，非常感谢。迪米特里，是的，嗨，我是杰克，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，谢谢你抽时间见我，没问题。你每天要和多少人交易？那不一定，每天可能有5到50，70人。你买进黄金后会怎么处理？你每天买了黄金，然后怎么处理呢？买入之后，这些黄金大约值2万-2万5千美元。我们买入之后，会把它们融化成小金砖，检验之后，我们就会卖掉。我能看看融化过程吗？没问题，我很想看看。我们的首饰大多是14K 金的。在这个区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，数百万美元在此进进出出。和一些店家甚至有地下熔铸室。你好，我的朋友。天哪，这是……他就像是一位地下市长。打开门，我们要熔金。这真的有点难以想象。他们曾是人们的纪念品，他们的传家之宝。有些黄金1000年前还埋在地下，有些黄金是1000年前的耳环，他们现在都被融化了。有一天，他们可能再度成为某人的传家宝。黄金的流动性太强了。你讨厌黄金吗？你还喜欢黄金吗？我喜欢黄金，真的。是的。谁不喜欢呢？黄金离开这里之后会被重铸，成为另一个人的珍藏。他会在交易中继续赚钱。每过几个小时，就有无数美元在世界各地转手。过去，美元以黄金为后盾，现在则不是了。今天，美元的价值是建立在美国政府的承诺之上的。单靠承诺就能让美元成为流通货币。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嗨，早上好。我要把我的钱和性命交付给这位司机。我相信他不会骗我。我相信他会走最快的捷径。我相信他不会害死我们的。这种信任就是金融世界的核心。金融体系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的，假设现金、信用卡，甚至我们的账户都有价值。但我想知道这一切是由谁负责的呢？我来到华盛顿，拜访整个联邦储备系统的主席。他处理过历史上最糟糕的金融危机。
你可以说伯南克先生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呆子、笨蛋。美联储主席本·伯南克是世界上对经济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，他掌控美国的中央银行，这个机构是由公共和私营部门控制的。嗨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您接受采访。没有美联储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不用去猜想，我们都知道会怎样，因为在1913年之前并没有美联储。在19世纪曾出现周期性的金融危机，人们纷纷到银行兑现，股市崩盘。说到挤兑期，大部分人都会想到1929年的股市崩盘，但在1907年，一场可能摧毁美国经济的大恐慌出现了，政府束手无策。直到亿万富翁约翰·皮尔庞特·摩根和他的富翁好友以财产为银行解困，国会因此决定必须采取行动，成立能管控危机的中央银行，这就是美联储的由来。这里是突发新闻，让我们来跟踪事态的最新进展。伯南克主席上任不到2年，就遇上了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。人们在恐慌中到金融机构兑现时，中央银行必须提供短期贷款，帮助稳定银行。我们在2008年和2009年就是这样做的。但有些人不认同美联储的做法，他们帮助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摆脱困境，但我破产时却没有人帮忙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关闭美联储，停止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，关闭美联储。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联储花了纳税人很多钱，用来终止危机和为银行解困。其实，美联储并没有花政府的钱，它只是在市场上买卖资产。这些资产包括美国国库债券和政府担保的抵押债券，以及清偿的贷款和利息。我们也会借出短期贷款，他们也都偿还了。在过去的3年里，美联储为国库赚了2000亿美元，这是获利，而不是损失或花费。华盛顿的决策能影响国库收支，美联储的12家地区银行则会印制足够的现金。不管是为了满足新订单，还是为了替换旧钞，他们都会找上这里，财政部铸印局。要让钞票值得信任，第一印象非常重要。这里有很多拍摄规定，我们不能拍摄墙壁，不能拍摄走廊，只能小范围拍摄。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这是一处非常安全的设施。铸印局每年都要为美联储铸印货币，在2011年，他们每天要印制2300万张美钞，每张钞票都有序号和代码，标示负责生产的银行。你看看你口袋里的美钞，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和一个字母在一起。我钞票上的是 C3， 这些钞票上的是 F6。F6 指的是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。如果你在钞票上看到 F 和6不在一起 ，F 在字母表中是第6个字母，那就说明它是伪钞。
虽然高速通过印刷机的东西看似是钱，但它们却还不算是钞票。直到它们经过裁切、包装，运到全国28家联储营运中心，那里有数以吨计的美钞进进出出。这里，山川秀美，海岛迷人。这里月韵悠扬，民风淳朴。这里演绎着岭南人的青春激昂，怒放着岭南人的激情梦想。2014年，广东广播电视台再次重装上阵，推出全景式大型走基层系列报道《岭南家园》。好的，这里是深圳西城。岭南家园正在播出，敬请期待。现在是早上7点，我刚到达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，来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货币营运中心，它简称为 ERC。 这里就像一个小区，看起来很普通，但每天有数十亿美元现金进进出出。它看起来有点像监狱，有点像高中，但它其实是一座巨大的地下金库。营运中心被不起眼的栏杆包围着，但你不要被外表给骗了，这道栏杆可以挡下一辆铰接式卡车。这里装有800多部摄像头，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这套系统的巧妙之处在于，只要有一扇门或一个警报器启动，屏幕上就会自动出现那里的视频画面。这就是它的设计，摄像头会转动，对准发出警报的位置。同区的对焦和可转动摄像头也会对准警报区，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画面，更快地了解状况。就算你能躲过摄像头，你还要对付这样的家伙。美联储有自己的特训警力，有些设施里甚至有8场。如果这里只有非武装警卫，你觉得够吗？依我看，就算你们只带着警棍，有人要想闯进来还是难如登天。你们还需要枪吗？当然了，这样才有足够的防卫能力。你必须了解的是，我们也不想使用枪械，但在有些人想破坏设施时，我们得做出反击。虽然我们会先发制人，但我们并不想使用枪械，是坏人逼我们用的。请站在灰色方块内，直到两扇门关闭，谢谢。如果你曾在纽约花1美元现金，那么这1美元也许曾来过这里。这是本地区所有实体货币的集散中心。这里是银行存钱的地方，每天存款进入，取款提出，有大量的美元进进出出。一袋袋现金被存入美联储账户。接着被运到能保存数百亿美元的金库。这是2000万美元现金，分别是50元和100元美钞。这是30万美元的1元美钞。这是150万美元的5元美钞。这个房间里有5400个这样的箱子，它们由机器人系统控制。这就像电影《机器人总动员》，只是他们推的是钱，不是垃圾。这些机器人是独立运作的，完全由激光定位导引。这不只是为了安全，他们能为美联储节省人力成本。
现金，尤其是硬币，非常沉重。这些是不合格的，疑似伪钞和有瑕疵的货币都集中于此。鲍勃·克劳斯是这里的最高总管，进出货币中心的东西都由他管。这是$1,000的，这是$1,00025美分硬币。天哪，真重啊，够我交一年的停车费了。还有投币洗衣费，对，再加上投币洗衣费。